Tôi là bố của Nguyễn Quốc Phi, là một cựu chiến binh về hưu, đã từng chiến đấu 20 năm, trong đó có 3 năm chiến tranh Việt Nam. 他说他的儿子没有拿任何的武器，为何警察连开九枪，而且都集中在腹部？他觉得是执法过当，哦，而且他再度强调是警察说他儿子偷车，但是他的儿子其实根本就不会开车。其实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他希望台湾政府说清楚、讲明白，因为开枪这件事情而导致他的儿子死亡，而且其实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换回他儿子的性命。从头到尾，警察并没有对于这件事情有任何表，他连一点点歉意都没有。我觉得这个是阮爸爸今天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决定哈要站出来，来到这边来跟大家说说话哈。那这个记者会，但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礼拜四的傍晚哈，就发现监察院已经主动对这个案子提起了一个调查的案件哈。那这个其实是给阮爸爸一个很大的信心，他认为。虽然整个社会对他们是整个社会舆论哈是这么的不友善，可是台湾政府好像还是有一些政府官员想要对这个案子做一些事情，所以在经过前面，其实他是非常不愿意面对媒体的。那也在这个过程，他现在他觉得说，那可能他出来讲讲话，对于他儿子案件会有帮助。他希望找到的是真相，他要的哈不是警察给他多少钱的补偿，他其实想要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警察可以正式跟他道歉。第二个，他儿子到底为什么会死？那这个开九枪，是不是说几秒钟开九枪？他长达超过一分钟，哦，所以表示什么？表示你开几啊枪了，你搁个多啊，然后他躺在旁边的，你又再继续打，那这样对吗？警戒使用条例里面其实也讲得非常清楚，第六条、第九条，他要求的就是一个急迫性，要求的就是要有必要性，好，哦。那你说有急迫性，用枪时机没有问题，有必要性，那你总可以开第一枪打他的手，打他的脚吧？那你开了第一枪打他的手，打他的脚，好，你没有对方鸣枪就算了。你说你第一枪打他的手，打他的脚，那你第二枪击中他的腹部，对不对？那到了第三枪，你还有必要性，还有急迫性吗？我们听到远景说疑似偷车，我们听到远景说拳打脚踢，听到远景说拿石块攻击，听到远景说他抢警车，啊，然后我们在新闻上看到新闻上警察局里面桌上摆了辣椒水喷雾，桌上摆了万能的警棍，然后我们听到民防说该名未劳，非常的顽劣，然后呢，其实没有然后了。关于这个案件的真相，其实我们再也没有别的资讯了，但是就仅是这些片面的资讯，整整这16天里面，整个社会一面倒的支持警察开枪打死这名外劳。我们听到许多的说法，谁叫他要偷车，谁叫他要袭警，谁叫他要违法，谁叫他要逃跑，谁叫他要抵抗，谁叫他要当一名外籍劳工，谁叫他要来台湾。我们很遗憾，在这16天里面，我们听到各式各样的谩骂与歧视。我们很遗憾，这个社会在这16天里面，其实根本没有打算要听移工的声音。这些跨海来台的移工，因为私人中介垄断市场，所以他们多半背负了很高额的中介费。而当他们的契约到期之后，也许如果他们没有办法还债，或是没有办法改善在家人的生活，他们只好被迫选择逃跑。而除了这个之外，就业服务法53条规定，移工不得自由转让雇主。所以导致许多移工在职场上碰到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换工作，所以他最后只能忍到没有办法忍的时候，他只好选择逃离这份工作，也就是我们俗称所谓的逃跑。这案件其实继续凸显了我们台湾社会对于远警的一个警察制度一个重大的问题。就关于警察是我们国家唯一在目前一般社会中唯一合法拥有致命性武力，而且可以对人民实施射击的一个单位。可是对于警察用枪的时机、用枪的必要，在他们教育的过程、在他们训练的过程，警政署有没有负起教育训练督导的责任？他们的机关有没有负起教育训练督导的责任？
随时注意远景配枪的必要性、配枪的心理素质，还有施以继续教育，让远景能够充分的掌握他们什么时候可以用枪，用枪到什么时候算是必要。我是支持远景可以使用合法武力的人，但是我也认为这一件远景展现出来的连开九枪的作为，明显就是教育训练还有心理素质都不足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但是我们看到警政署一来在这种，尤其近几年一直不断传出远景枪杀死人民的意外或者事故的时候，他都怎么说？他永远都是在第一时间跳出来说支持远景用枪，支持远景正当执法，但是他有没有在背后去进行用枪规范的教育训练？我们在其他案件里面103、105出来的用枪具体规范指引都还是一样非常抽象的，甚至到105年业绩案，知名的业绩案发生的时候，他才紧急召集学者专家来进一步研拟更具体的用枪规范。到了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年轻的刚从警专出来没多久远警用枪碰到一个紧急状况，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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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开了9枪。你一枪一枪都是一次反击呢，你每一次反击你在想什么？你警政署平常没有落实对人员的督导教育跟训练，导致了这个意外的发生。我们很感谢监察员立案调查，他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制度上的沉疴明确的指出给社会大众。我们要不断的跟这个社会大众重复的是，事实上有没有偷车，有没有袭警，随着这名外劳本人被警察杀死。我要说的是，人证只有警察，物证也只有警察有，影像记录也只有警察有。当所有的东西都在掌握在杀人那一方的时候，事实上这事情也许已经没有真相了。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在这个我们所谓我们看不见的真相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的意思是，这名越南外劳究竟当他在被警察追捕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名合法来台湾的外籍劳工究竟为什么会被迫选择逃跑？究竟在逃跑之后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受到了什么样的迫害？面对警方的强力的追捕，他竟然还必须要这样不惜牺牲生命也强力的抵抗到底？我想我们的社会，我们台湾政府都必须要诚实的面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这些外劳到底为什么会被迫逃跑，以及被逃迫逃跑之后，为什么警察可以这样强力的追捕这些外劳，以至于发生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惨案？而且它不是第一件，它不断的在发生。为什么社会这么快就接受这个所谓警方提供的真相？其实是因为他是一个逃跑外劳。如果我们今天让这个案子轻轻的放下，我们接受警方用这样的方式，用违反比例原则、违反警械条例的方式打死一个外劳，那这个案子可能以后就会发生在一些更边缘的团体，例如说原住民，例如说同志，例如说精神病患者，我们所谓的精障患者。因为这些我们这些身份的人，他都带有一个普遍社会对他们的污名跟歧视。当有再有案件发生的时候，他们这个身份就会让他们很合理的，社会会非常合理的接受整个制度对他们的迫害，甚至伤害他们的生命。